方法能让福星玩一玩，哎，又说你又菜，那你到底想咋的？对不对？那到底想咋的？本来这玩意儿呢，福星他就不乐意赢这个阵容，他就得稍微是前期得有个天选。如果别人放稍微那个贪一点，我们赢了一把，直接就起飞。本来就是这样的。你这倒好了嘛，这又菜又爱玩，又开始喷。哎，锁着甲可以啊，福星天选。刺穿他们，正在觅食。天选福星卡特搭六刺儿，你管这啥？他得有啊，没有哪能行呢？那不得有吗？搭啥不也得有吗？怎么的？我玩三把还没有一把了？我玩三把前期还没一把有塔姆安妮的吗？这应该不能吧？出个主面出的太慢了，出的太慢了，那英雄质量都跟不上了，都那都血流成河了，他再给你出前期的塔姆都没有。我上亚索直接连胜，我连胜在后边得等，也不行啊这。不行，我要等一只塔姆，小破塔姆还找不着了呢。你俩不会连找着哥都打不过吧？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也行吧，输一把，可以接受。也行吧，刚这波没赢，属实是不应该，你知道吧？正常怎么的也应该赢了。刚才我这俩前排加一个虚区，还是个剑姬，在前期就拥有不俗的伤害。
七十点攻击力。连输两把，第三把也输吧。都连输两把了，第三把输了。四块、五块、六块、七块、八块、九块。你看这塔姆没这，哎，这塔姆为啥前期这么少啊？这每一把，上把也是，大上把也是，塔姆一个也没有，一个也没有。本来前期就得靠他又一又支撑一手，完了他没有。三连败，就这把拿女神之刃也行，万一有瑞文，一会儿可以给他上一个。来了一只安妮儿，不错啊，给大树上点装备。把劫撇了，这把也行吧，有三个福星可以接受。哎呦我操，夜影劫，夜影劫拿了直接就赢，不得，我们不要赢。我们虽然现在是四连败，但是我们得一直败下去，赢一把就不好了，我们就得一直输。输，把这撇了。真的，这夜影劫拿了就连胜。他滑板鞋装备不错呀，这是啥猴啊？天神猴，嗯，打野不能打不过吧？算了，为了避免我们打不过这野怪啊，我决定我们还是上一个。为了避免我们打不过这野怪，
能打过，我不上这银马也能打过，我有大树卡特呢。不过我都上了，就这么地儿吧。大姐，哎，卡特转的时候，如果被打死了，还能转不？有春哥的话，好像不能了哈。他跟其他英雄不一样，他转被打死，他就死了。我知道我玩厄斐琉斯装备合适，我不想玩，我就要玩福星，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就要玩福星。我拿个女神之泪，厄斐琉斯无敌了，但是我不玩，我就不玩，我就要玩福星。六连败。给我大树给我吹了，一会儿给我碰见个倒数第二，俺们把倒数第二一赢，哎，就齐飞了。这都是啊，有点烦。要不先赢一把，赢不赢？想想啊，这把要是把这个拿了就赢了，可以先赢一把试一试。七连败赢一把，看看给什么玩意儿了。这也没东西拿呀，我想要锁着甲，他没有。我要个全套吧，差点没了，没了也行，其实不用非得赢，刚才八连败不也挺好的吗？三块钱，给了个大棒子。凑合地儿吧，不算特别好，只能说凑合。
七连麦给的东西还是不是很好，得还得十几连麦，十二连麦，十二连麦给的东西啪嚓一手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看来什么阵容也不能硬玩啊，你知道吧？这福星啊，还是得出装备呀，还得给英雄，前期得给天选。没有天选的福星算不得福星。其实应该八营口在地的，但我每一回吧，我都挺不到八营口就快死了，你知道吧？这血掉的挺不到八营口，一回掉个十几滴，一回掉个十几滴，十三连败直接八营口顶不到死了。塞拉斯卖了不卖了，稳稳血吧，能赢能赢一把算一把，现在就是现在能赢一把就赢一把，这玩意儿不用卖。给了四块钱还行，我决定这把抬八，这把拉八，我四十五滴血拉个八应该可以。全给我钱，对，别的我都不要，锁着甲你要非得给就给锁着甲，大棒子啊。等两轮我们拉到八。这什么玩意儿呢？啊，灭世者死亡之帽。哎，有没有这种三，有没有塔姆六法塔姆带三个帽子的这种的呀？折磨人，六法三帽子塔姆能减多少伤害？他不是法强加成吗？啊、哦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两，那不行了呢，那他得变法师哈、哦，那不行。我升不升这是一个问题。我们最后再停一轮，最后一轮。是我们最后再停一轮，不要着急。云顶之翼不是一个急得来的英雄，这小子全是一星，我操了，全是一星，他没有一个两星的，猫咪两星，剩下的全是一星。但是我们没打过，这是最气的，但是我们没打过。
来了。我闻到的是恐惧吗？我们来跳舞吧。我会用这个。那四费英雄没有点有用的吗？就。就能不能给点有用的四费英雄？不能有点用吗？这完犊子了！看来我们五福星又即将被拿下了。哎呀，这家伙！进夫啊，拿个进夫，进夫也拿了。狼人也他妈没东西给呀，这咋整呢？这想一想啊，卡特还是给这个，狼人。鸡都没打到呢，鸡哥都没打到呢。全是蛇女儿寒冰，蛇女儿寒冰瑞文，蛇女儿寒冰瑞文。大树给他撇了。我们上个努努，再上个瑞文。猫的应该给瑞文，其实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五福星闪斗士，我可去你妈了！我真是吐了。还行，没死啊！还行，还行。还行，没死掉。能不能顶到鸡哥？哎呀，给个禁夫可以啊，禁夫可以用。禁夫可以用，禁夫可以用。这福星八级地根本不行，就得七级地。福星八级地根本不行，只能七级地。哪个好心人给我赢一把？就这哥们让我遇着他行不行？哎呦我操！羁绊王，让我赢一把！这家刀锋有点吓人。完了，狼人被戳死了。聚聚下机了，兄弟们。我们的卡特琳娜到现在都没放出来大招。下机。确实，三二一之前没有福星天选之人就应该直接退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阵容就只能直接退，退了就对了。其实，就应该直接。